欢迎收看纽约财富与生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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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李嘉商，我是 Sunny， 大家好。其实阅读是一个很重要的，阅读很重要，因为其实长期护理啊，这个一个月的福利呢，大概是11000多。川普2017年把公司税从35%降到21%。如果你不能真的求新求快求变的话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哦。然后头两年是固定的，最新最实用，然后你有兴趣的财经话题，今天非常。